他怎么来了？哎，没事，不用勉强了。认识这么久，你还不知道我？我要是觉得勉强的话，就不会来了。不用说谢谢啊。有些人的臭毛病，还真是会传染。玉飞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来帮你的。毕竟，龙鳞是那么多人青春的梦，你包括这个讨厌的家伙。